超寂寞。是超寂寞。看那个中国有嘻哈，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我要 freestyle 一下。在跑车里，想要一点缓慢力。哦，再来多一点。想要钱，软妹妹，钱钱累，要给靠五个疾病。我问你，你想不想学泰雅语？为什么不想？没。好，那你呢？你想不想学泰雅语 ？I 不想。你不想啊？为什么 ？I don't like。我想在五大寺，我想在五大寺 ，BB 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都得靠五大寺 BB。谁会唱歌？我唱歌。五大师比比我啊，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比比，啊？自我介绍。我叫简世凯，我来自尖石乡。我喜欢开冰箱，喜欢开冰箱，喜欢打手枪，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比五大师我啊，比五大我啊。我啊是什么？我啊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哦，管呢，还要说吗？这个最有名的。你别听我。
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
范围上，你刚学生们都在照，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相，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啊。OK， 谢谢你。这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乡长交代我，谢谢你。乡长交代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我。你终于要交代了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过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乡长交代的是不是？不是，不是乡长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此。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有听闻过。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自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李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现在怎么了吗？你现在如果把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就算，好吗？喂，你可以到。花莲，花莲，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快点，打快点！
是超级棒。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丢丢啊，不给。丢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丢丢啊，不给。丢丢啊，不给。QQ1 Cookie 非常 Copy 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不太一样他有意思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意思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对哎呀前戏舔 B 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Nuts nuts to 不给啊 ？Me nuts nuts to 不给 ？Me nuts nuts to 不给？哎呀！哦，好了啦，这不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你怎么那么强？傻笑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我刷牙都用牙，我刷牙都用舌头。超级棒！
很有参考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感知也是很重要。那这两天当中的比赛，刚刚看到各位在前行，已经有一个起伏了。那教练希望的是说你还没有到位置，要冲上。哦，三高幺二半跑。开始了，小周恩。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的主审许家伟先生，乐手为许柔旭先生，三乐手为陈瑞堂先生。不能开放十秒钟。徒弟，好寂寞。Thank you.
他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是超级棒。28岁怎么讲？阿古查比卢沙波西盖说阿我。那如果说那个他长得很帅，怎么讲？烧卡莱迪马就。烧卡莱迪马就。很漂亮，怎么讲？不吃爱迪马就。很女生很活泼，讲三八哈。大概把高把多么多么八海。那个跳舞怎么讲？是咪啊？那如果转圈圈呢？迪拜有事。不是扭屁股怎么讲？扭腰。扭屁股。叫扭屁股。叫。那我好像用很少这种。有就抖就抖嘿抖胸怎么讲？你抖。发等等哎，阿妈，阿妈，有没有老人家可以求救？阿妈在抖胸。那我问一句成语哦，你要不要坐进来一点？因为那个反差比较大，阳光会照到。我这样比较好看，我需要阳光。那个鸡飞狗跳，你帮我照四个字照顺序念。小鸟那个飞。乌有那呀，瓦杜。小狗跳跳。喵喵喵。
啊，那个运动，哎呀，很壮，怎么讲？你超超嘛？那有没有那个肌肉这个字 ？muscle？ 嗯。马步将你让你啊？马步将你让你？那如果说舌吻跟垃圾可以怎么形容？是马五加，对啊，是马五多啊，是马。女性用品、卫生棉，那个怎么形容？那广告很多，这个产品哈。早点。那要怎么讲？我如果要用台湾话，我要去买那个产品，我要用台湾话讲，那个怎么讲？问那个大，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形容啊，这种夸张了。有啊，我上次啊，就差不多，就是就差不多。卢九是男生哦，对，那女生的怎么讲？古吉，哦，那个好事儿，啊是茶壶是黑颜色卢九，你干嘛买的古吉？嗯，好，不夸张的名字。不会，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介绍一下。我叫林思健。问台湾族名吗？啊，叫思健哦，我28岁。28岁，住稻香大鸟村。大鸟村台湾族话怎么念？巴扎法，对这个，巴扎法。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比比。